都过了一年了，也不知道佑哥过得怎么样，苦不苦？你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今天是佑之基解放的日子，更是咱们佑哥和成明在一起的重要日子，所以咱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呀？对，就让网上的舆论远离吧。佑之基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想做什么，我们大家都支持你。没错，但是今天呢，就只能喝饮料了，不能喝酒。哎，学长说的对。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先喝什么都可以。艾米，您怎么还没回去啊？我留下来陪你啊。舍不得他们啊？嗯。这些小熊呢，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，陪一个叫魏峰的小朋友开开心心的长大了。他们会去到新的地方，有新的主人，而你呢，身边有我们，还有我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你以后不会再孤单了。谢谢你。嗯。